3月17日晚，永达保时捷合肥店举行了全新保时捷卡宴上市发布会活动暨6周年庆典活动，与近230名客户共同见证了这场发布盛事。发布会在震撼的倒计时中拉开序幕，永达保时捷合肥店总经理王斌先生首先致辞：“很高兴今天与大家相聚于此，与各位共同见证保时捷家族最新成员第三代卡宴的诞生。同时，今晚也是永达保时捷合肥店6周岁的生日，在此特别感谢安徽的保时捷车主、车友以及媒体朋友们，在过去6年中对永达保时捷合肥店的关注、支持和肯定。”紧接着，新车揭幕仪式正式开始。由于新一代卡宴全球首发选在了南非，整个发布会也被打造成了一个极具非洲风情的现场。伴随着非洲鼓舞，全新卡宴缓缓驶入舞台中央，让每位嘉宾置身于狂野、激情与神秘的世界。活动中，卡宴 GTS 车主朱翔先生也为永达保时捷合肥店表演了爵士舞蹈，送上了一份特殊的周年礼物。朱翔邀请更多的保时捷爱好者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，保时捷每年也会举办各种市场活动，邀请更多的客户来参与。全新卡宴首次配备了后轮加宽轮胎和后桥转向、主动四轮驱动系统、保时捷 4D 底盘控制系统、三腔式空气悬架、保时捷动态底盘控制、电子防侧倾稳定系统及全新研发的高性能保时捷表面镀层制动系统，进一步提高了其公路行驶性能。